咱今日来做个大菜，这物呢来请咱非常明亮，大兴又算有麦，又算有档次，这物叫做刀卡焖鲍鱼。那么头做刀卡鲍鱼甲规个大头块火锅，啊，这物就是咱今日个主料。大家步骤，咱先来处理鲍鱼，鲍鱼起来，开始洗。你见头一道，我先要三个洗白，再来再捏洗。鲍鱼手好，切刀剑或者切铁丝呢，该切绞开，打打，然后绞出来，把这个内加这个白来呢，该白里，再来再捏开。落烤的时候呢，烤打打，啊，该烤麦堆内。就起个再加空水一下，这个水袂白一点呢，再加水白。那么小细的步骤，把刀卡放落沙，再过水，硬水落，刀卡滚起来，把过来包去做一下放起落去沙水。OK， 滚起来哦，再放清水来去冲水白，再弄水一下，水白了起去烫个水。规个高高的火锅，我要带加水滴羹，落去蒸香。好，来，咱开始，先放点油，放点油做呢呢，先炒个汤色。只要汤色个少少光姜起来呢，该色会硬袂硬呢，创造只汤色。用冰汤、用白汤拢可以。用油落炒，加只呢，加只到伊一个汤样，然后样后呢，伊就悄悄变色。炒到伊只汤个色泽呢，出来变深色。浮泡个时候 ，OK， 落水。哎呦，碰到我家己，把这个鲍鱼刀卡装落，大火炒，先炒伊个鲍鱼甲刀卡食着食。这时候呢，过香高火再落炒，放两片姜，做着炒，炒到伊内底水分大，也把着刀卡鲍鱼本身个水分呢甲炒大啊，然后伊上着食，就在炒过程当刀卡个人滴件无咩好个味呢。也个炒锅去，炒伊打鲜，咱落半个时候呢，才会过一味，啊，袂水水。炒到内底创大，这个时候呢，落滚水，水好加滴个，因为咱只要焖个时间比较长，焖过有焖过刀卡朋友就知，那刀卡落焖个上紧就正点正，伊正会够火。我今日选个鲍鱼呢，也解解头呢，就遐扎伊，焖正点正起来，也暗暗会凹。这个时候呢，我好加个。鼻子也袂惊落，就是咱个包汁。你好单双用包汁刀卡夹个包汁落去，个面呢会如今再够辣。这个水分唔够，那再夹一个。落半下过听当，关键一个就是夹水，爱直吃成夹够。无那半下半过，袂惊袂熟，个水你爱打去唔够再夹水，半下袂惊即时就去摸只去，就腌得一个点。水加滴惊，爱腌着材料，夹汤匙腌落去，那个包汁本身够咸正个。大火滚起后，夹开，去慢慢焖落来，直接交起时间。熬差不多，开大火去烧个汤，个食非常硬。刀卡是纳纳，喜欢纳地姜都纳地姜，纳头到鲍鱼个纳个。轻捏一度，煮烧冷汤，个鲍鱼也纳纳。高火，开大火去烧汤。这个菜平时如果到来想要请人呢，可以鹅肝焖面焖好，然后去刷个个炒起来。啊，这个时候呢，不会讲火了起，个开香出够劲，哇！创多啊，咱都要烹饪个，咪个名落，咱个咸酱已经刚才是落了滴个盐俩，爆汁，都得起到关键个味道。OK， 好，那饼都刷个对，色泽按一定个辣辣，又麦卡过浅，天时作卡过浓个食呢，你团队也是所以这个食呢是最有节约个食。来，王生直接刀卡剥了鲍鱼，世界火锅就焖了一个，只有澎湃，只有火腿，刀卡焖鲍鱼。今年就去来吃下趟，麦地德上顿快乐。